暗いね、ゴンちゃん。いつもより暗いでしょね。かわいいでしょね。わあ、あんたちゃん。どれしようかな、これでいいや。晩安。うん、これかな。レック晚安、チン晚安。好想好想你，我也是。上元晚安，早安你的晚安。文霞晚安，チン晚安，我也想你，晚安。どうしたの？来るの？やめ。大家晚安。今天算准时吧，对吧？卢卡我爱你，我也是。卢卡晚安，崇盛晚安。嗯，文强，文强的屁屁，谁家晚安？谢谢晚安，卢卡晚安。今天忙吗？对呀、啊，很准时吧？有没有吃垃圾食物吗？今天没有，昨天有。蛮准时的吼。加你文强拜拜，文强拜拜，拜拜呀奶奶。どこ行くの？文ちゃんどこ行くの？ドア閉めていい？じゃあ閉めるよ。はい。今天吃青椒肉丝，自己做的。莎比亚晚安，艾德森晚安。太早开了，我还没准备好。今天是礼拜几啊？礼拜四嘛，好久没有这时候开。Cody 晚安，卢卡太早了吧？对吧？其实我今天原本是预计九点开，谢谢送我一人灯，只是好像是帮我们打时间的那个姐姐好像打错了，但礼拜二的时间跟礼拜四的时间刚好颠倒。今天不累吗？还好，今天是歌唱的培训。嗯，谢谢送我行李箱，哦，晚安。虽然是歌唱培训，但是跟毕业演唱会没有关系。周日的毕业演唱会加油，好的。对，可是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的歌唱。新唱法习惯吗？还没。谢谢送我健康老爷爷。顾家晚安，胸肌，卡丘晚安，亚莫里晚安，歌唱培训最后一次，对，戴瑞克晚安，今天好早开对吧？今天应该只开 1.5 小时或一个小时，看看情况。上次不也说最后一次？没有啊，上次是倒数第二次啊，今天才是最后一次，以后应该没有。对，就只有，但是有学到很多啦。嗯，这礼拜有发生什么好事吗？好事情哦，我想一下，好像没有特别好事。阿哲晚安，好事哦，嗯。嗯，想一下，昨天去超商啊，想到了，想到了，雨伞找到了。礼拜二那时候，我不是把雨伞忘在超商吗？哎，还是超市？你想超商是 convenience store， 所以不是超商，超市对。唱歌应该有进步，应该是。卢卡会去唱 K 歌吗？他们没有邀请我啊。那个应该会去的，应该都是固定的吧？对，固定的人。恰恰哥晚安。
竟然没被偷吗？对啊，这样可以找得到，还不错。全家之类的是超商，对，应该是超市。对，不能自愿吗？不行啊，不，那种节目的通常不是想去就能去。谢谢送我菊花酒，居然还可以找得回来。对，就是我隔天晚上我去的时候，因为没有雨伞，嗯。超市是杰哥带人去的，不是吧？杰哥带人去的不是超市吗？阿北晚安。我上次去吃饭一天就不见了，报警还找不到。哎呀，是不是好的雨伞？谢谢晚安。就是原本不是有雨伞的筒子吗？对，就是我去的时候，因为可能我家附近都没有下雨嘛。就是找不到雨伞，没有雨伞桶，然后我就直接问那边的店员说：“请问有没有看到雨伞？我昨天忘了拿。”然后那个店员还打电话问，好像是老板吧，反正他们都说不好意思没有了，不好意思没有找到。对，然后我要出去的时候，我再看一下，发现明明在门口旁边，我进去的时候没发现，反正他在门口旁边了。你怎么知道那只是你的伞？因为我有贴贴纸啊。对啊，杰哥那个有推车哎、欸，两个都有带。因为超商不能拍摄，所以他们去超市拍。杰哥是带去超商，因为有人考察过所有身体，真假的？哦，杰哥是说要带他们去超商。但是实际上去的是超市。姓名贴纸吗？不是，有一个柠檬的贴纸，就是 masking tape， 你们知道纸袋。对，以后看到贴纸就知道是你的。对呀、啊，勇哥晚安。前面有一只超可爱的碰奖，碰奖现在不在。草莓酱晚安，才不是姓名贴纸。那家网咖都在基隆哦，是哦，我还以为在台北。完了吧，纸胶带，对，怎么有两颗头贴长得一样？啊，什么意思？哎、欸，真的是谁啊？谁跟谁？雷军跟另外一个是谁？眼睛熊。熊根鸡被发现，比基熊晚安，双胞胎，他们是今日 CP， 雷军感恩强哥在一起了，等喝喜酒，雷军跟陆克离婚了。Chris 晚安。我前几天喝过了，已经抛弃我了，不想只当今日 CP， 什么意思？他们都是 Only Today。要有人喝喜酒，嘿，好热，今天流了超多汗。超多，谢谢亲人送我大声说爱你，谢谢。礼拜天是 Indie Today 吗？什么意思？今天体感温度就40多度了，热死！谢谢龟酱送应援灯，今天超想录卡。Yes， 好热哦！哎，话说，我最近会那个心脏会突然咚咚的那种，你们会吗？心脏会突然锁，从太高温度40度，啊，刺激很多。実際は多分37度ぐらいなんだけど，心率不稳，心悸啊，对对对，心悸。不好意思，
我差不多这两个礼拜会。然后我想一下，我礼拜两个礼拜前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有没有做特别的事情？最近都睡眠不足，还好，可是一直都睡眠不足。谢谢送我甜蜜爱心。压力太大吗？我不知道哎，我每个礼拜三天晚上会这样，心这样扑通扑通，因为我在你心里，你之前也不会说心机，突然跳几下那样，对不对？一次而一下，就是觉得突然好像有点痛的那种感觉。我想一下，好像是刚开始用这个之后哎，但我觉得应该跟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我想说你们也用这个嘛。如果你们不会这样的话，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找到凶手，会痛吗？会，就是一点，可是只有一秒。今天已经发生两次了。好了啦，小鹿，应该不是那个问题。对，其实我也觉得应该不是。每个人心脏不同不准。ね、なんでだろうと思って。好可怕、哦。就是平常就是安静讲话的时候这样就还好，可是我怕跳舞的时候突然那样，那个喷肚子感觉就很胀气。像我心脏特别小，只装得下卢卡啊，特别小只装得下卢卡，是吗？最近会觉得压力蛮是蛮大的啦，对，就是一直吃，没办法减肥。你有跟合提升饮料吗？合提升是什么意思？啊，你有喝提升饮料？应该没有，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东。连续很在意大小话题耶。無理しないでね、ありがとう。我遇到路卡之后心胸变很窄嘛。招不下其他人，这是好事。压力大不会变瘦吗？谢谢送 Mika 找亮点。压力大如果没有吃的话，当然会瘦。可是其实这个年纪哈，要减肥真的有点不像年轻人的那时候一样简单。之前不吃东西就会变瘦，但是现在不吃，单纯不吃东西不会变瘦。最近吃什么甜点吗？有啊，今天吃双胞胎，昨天吃冰火菠萝，还有甜甜圈。我昨天的晚餐是菠萝面包，然后昨天舞蹈课从四点半集合到晚上九点，所以九点之后我就很饿，我就买了甜甜圈，还有两个水煎包。对，我觉得昨天我吃的东西一点都不健康，蛮牛那种的。现在没有喝，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应该会喝。咖啡没有，甜食有，喝那个也会容易。哦，那是会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对，其实我不确定，听说现在很多人是胃食道逆流，可是胃食道逆流会发生什么事？就突然会想吐吗？我不太知道那个症状，不吃东西就会饿啊，对啊。我吃东西还是会变瘦，男生好像不太一样。说吃不胖都只是年纪还没到而已。想念是会呼吸的胖，淀粉吃饱，对呀、啊，吃健康一点。可是晚上九点呢、啊，哪个地方有开？
对，我是我早上哎、欸、晚上九点结束，然后到家已经十一点多了。但是那个时间没有开什么店，都可以一餐吃两个水煎包就饱吗？是因为不饱，所以后来就买了甜甜圈。谢谢送我的，谢谢送我丢便便，谢谢晚安。星际的话，那种提升饮料还是少喝一点好。卢克那个是广告梗，会胃痛。等一下，胃食道逆流会觉得胸口那边热热。我是不是会这样？其实我不太知道这个热热是因为逆流还是胃酸的味道在嘴巴。这个就不会。食物从胃跑回食道，是站着也会吗？因为我其实我之前吃完就直接躺在床上，然后卡妈一直说你不要这样，你会得胃食道逆流症。晚上可能剩乳味，晚上九点就只能吃垃圾食物啊？对呀、啊，对吧？然后四点半也不知道能吃什么，想说如果四点前吃晚餐，等一下跳完一定会很饿、啊。现在水煎包好贵，我都买不起了。九点以后外送也垃圾食物居多，对。Plus 晚安，站着也会啊，站着也会哦，躺着还好，不要运动就好，会有火人心的感觉。所以 CSA 也是不是，是不是逆流？哦，谢谢烈滚的一封信，妍妍晚安，罗娜的晚安，谢谢 Plus 的真情告白，站着也有感觉，了解。四点还算是点心吧，对呀。前阵子的很糟很糟很糟，体操很糟很糟的时候，睡醒就会逆流。哎呀，我喝快乐肥仔水。常常都会胃食道逆流。什么是肥仔水？哦，等一下哦，卡妹回来了。おかえり、リンリン。よいしょ。我有过一次甜食吃太多。哎呀，我刚刚才喝肥仔快乐水。你们都会喝可乐哦，我现在已经不敢喝可乐了，除非很热，超级热，就是然后我去外面流了超多汗，哦，不管什么东西都可以，我想喝东西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才能喝可乐，摇摇冰可乐，太快回来，为什么不喝？为什么不喝哦？就是对健康不好。可乐跟很热有关系，就是需要糖分，就是流了超多汗，需要一点补充水分或是糖分的时候。我是不喜欢喝可乐，我也很少喝，偶尔在外面餐厅才喝，怕胖才不喝嘛。对啊，可乐那种东西超级不健康，不是讨厌，是蛮喜欢，只是喝一口就满足。我吃麦当娜都喝可乐，喝可乐是为了。治感冒，过热也会喝，可以提升。吃热色食物就一定要喝可乐，平常不常喝。可乐容易变胖，我觉得 我现在只能喝那个 diet cola， 一般的可乐我真的不敢喝了。哎，变老了，我每天都在做不健康的事，不差那一点。我吃素食都喝啊，都会配无糖绿哦，那跟我差不多，我也都是喝绿茶。你喜欢 Zero？ 不是喜欢，如果要喝可乐的话，我一定会点 Zero。对，哎 ，Zero Zero Zero， 对呀、啊，对我来说味道都差不多。零卡可乐是啊，零卡可我真的不行，到这个年纪。到这个年纪，真的只能喝零卡可乐。你等等，在十年后，你也会喝零卡可乐。
零开可乐就觉得不够爽，我都吃可乐果配可乐，读完可乐。基隆我不喜欢，不会胖的可乐不是可乐。我也觉得喝起来一样，但我都觉得要喝了就要增糖。基隆有怪味，有吗？零开雪碧也不行，既然要喝可乐了，我还怕胖，代糖味道很腻。因为我一开始小时候也觉得，谁会喝那种 Zero Cola， 真的太难喝了。一般的可乐比较好喝啊，可是到了这个年纪后，突然觉得，没有啊，就是带零卡可乐好像比较好哦。这酒精零趴的啤酒呢，其实我没喝过，零卡喝起来有点怪怪，我不如喝茶。有卢卡可乐的话，我喝吧。有一种人工甘味鸡的甘味，嗯，我觉得基隆是刚喝下去一样，但后味怪怪的。哎，你们等十年后，你们一定懂基隆的好，基隆的优点。白色的可乐好一点的感觉，其实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哦，是哦，那还是不要喝了。但是都不要喝，我年纪大了也不爱喝啤酒，醉得太慢，我十年后就不喝了吧。所以我十年后就会26岁吗？没有、啊，每个人老的速度都不太一样。听起来不喝最实在，对呀、啊，还是不要喝可乐。哦，谢谢送我谢谢边缘兔的红包。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天喉咙还好吗？还是有点卡痰啊。对，但是这个我不知道要怎么治疗。僕ピーターパン。いいな、私もピーターパンになりたいな。ずっと子供のままでいいや、もう子供じゃないけどさ、ずっとこのままがいいな。もうちょっと本当は若い方がいいけど、もう体力の衰えがさ、もう本当に何もしないと衰えるばかりだよね。もう多分足も遅くなってるんだろうなと思って。相信我的脚，我的腿，我的跑步的成绩一定比几年前退步很多。对，毕竟最近真的变很胖了。什么是肥宅饼？只有酒是不是？因为我刚刚提到酒，嗯，可乐加水太强。过敏的人都会卡痰，要习惯。对，可是唱歌的时候就不太好。原来是披萨，披萨。我觉得披萨蛮健康啊。哪有？披萨最不健康，虽然很好吃。今天我才追得上卢卡。披萨不是不能说吗？也不是不能讲啊，就嗯。披萨叫快乐肥宅饼。那卢卡最后一堂课有被老师称赞吗？嗯，该怎么讲呢？老师是主要是告诉我哪边不好，然后希望我们改善那个地方。所以，称赞的话，老师会说你哪这边是好的，对，会这样讲。但是不会特别说哇你好厉害哦，不会这样。对，披萨很有意思，可是最近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看来是真的不能讲，有这么严重吗？披萨很有趣，白色恐怖，老师没有爱的教育。我觉得其实老师教的真的很好，因为听说。姐姐听，就是说，她目前看到老师是人最好的，
看他目前看过很多歌唱老师，然后我们的那个老师是人最好的。对，我只会一直说你很棒，看来我不适合当老师。你这样我就不能成长了。真希望以后也有，是，对啊，我也这么觉得。我比起舞蹈课，真的比较喜欢唱歌的。对，这是发好人卡。夏文，其他老师，你们这一届是我教过最烂的。有一些高中老师好像真的会这样讲。如果比较会唱歌，其实还好啦，就是该怎么讲呢？因为老师教的唱法跟我平常的用唱法是 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就可以从零开始慢慢学，就是比较有哦成长的感觉啦。对，手上哦，对不起，这是法圈。我每年都要听到一样的话，老师每个都是以前的学校。以前的学生多棒，我高中老师就是说，就跟我说以前雷军多棒，哦，以前雷军那代号，从零开始的，老师常常这样讲，从零开始的歌唱练习，我以为你在编，飘酷回家飘吗？这个怎么念？肥仔晚安，我超棒 ，EMT， 听不懂，啊，标杆，对，对不起，标库，好啦，我知道是动漫的那个，title 了，加油！最近真的太会流汗了，我的膝盖后面整个肿起来。卢卡没看 Lisa 了，对啊，变成红红的，然后一直摇，然后我就破皮，然后想喷这个也不行，喷了就会很痛，听起来很太夸张，肿起来吗？你们要看吗？哦，好害羞哦，要怎么？这边看得出来吗？就是已经有那个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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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好痒！什么太肥了吗？应该是吧，长疹子，我也会长这样，是因为痒，可能就是流汗，然后一直痒。我就变成这样，啊，一直抓了，对，不是咬。转身，是这个吗？我看看。这个算吗？我太久没有用这个，那应该是太闷热了，对呀。谁说太肥？喷剪停一停不行，会更严重。长得像太叉叉的那种，那这个是止汗剂吗？哦，有可能，应该是。啊，对，这是止汗剂。还算了，那应该不是这个。八粉。啊，太白粉，没有。好，我刚刚擦了一点这个东东，希望会变好，希望不会很痒。你没买过？没有哎、欸。爽身粉是用什么？是怎么用的？女生应该最会买的是蜜粉。七味粉是吃的，给宝宝涂的粉。我们干嘛？宝宝用的？为什么宝宝用的涂我们要用的？如果
今天会教call吗？什么call？就是手容易出汗的地方。哦。嗨，陆可晚安，打个招呼就要去忙了，拜拜。Echo， 拜拜，加油加油。宝宝用的比较不吃惊。以前我有个同事都在办公室关脚，然后擦酸酸粉在脚上，有点可怕。因为喜欢你。哦，对吼。你们要，你们不是会吗？你们不是会抠吗？需要教学是不是？宝宝皮肤比较嫩，医师就会有湿疹。哦，对。为什么 Legan 不会？当兵必备，不然脚会痒爆。了解。到底要三年还是练口？你们不是有讨论吗？我不会教我，主要是主要是涂宝宝的屁屁。嗯，说不定我小时候也有用过哦。嗯，但是我觉得卡曼应该不会涂。好想去汉堡。甜甜圈应该绑定感情归咽口上。没结论，看现场谁大声。我也有点忘记了，帮我们复习。交了就没借口不喊了。目前是哦，感情归想喊感情归的人比较多吗？我有两句每次练习都会卡住，哪里？反正那个大声就跟着喊就好，对，看你们。哦，欸，我也不知道，超级可爱还是欧雷诺还是对。一定要教他，教谁？啊，你说强哥不想喊。强哥是地长啊。嗯，我看看呢。地藏，对不起，我以为是藏起来的藏。我只对陆凯有反应。等一下哦，什么反应？嗯，你刚刚说什么？我刚刚说了什么呢？没有网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到底是为什么？不是你，是强哥。好，等我一下。我们在美军，是说脚伸直。哦，好，对，我刚刚一直都不是脚伸直。礼拜天是长版还是短版的？不能讲啊。会不会表演我也不能讲。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是长的吗还是短的？对，如果可以时不时让膝盖后面透气一下。好的，你们觉得是长的吗？那大家记得练一下，长的跟短的都练一下。短板比较好看起来，腿比较长。我读原长板的，我喜欢长的，我喜欢卢卡。嗯，我也不知道哎，欸，我也不知道哎，欸。哎咻！
到 goods， 等一下。其实长短应该没什么差，对啊，我也觉得没什么差，就是喊谁的名字而已。此刻的你，假如洋溢着幸福，是要跟小弟。希望这段时光比优秀师傅是面面跟 Mina， 我会一直一直为你祈祷我，我会一直一直为你祈祷，为你祝福是。柏林某某子萱，还好即使风刮得太离谱啊，再离谱是我跟哦，不是讲错了，涵涵妮妮还有果果那三个啊，我不顾也要将那朵花守护，是我跟林林杰星。对，我是这里哦，可是这边好像没有 Luca 加的那个空，这边是不是就是哎，没得喊对，然后爱是无条件的付出，是不求回报的在乎，是呀，小弟面面，一种单方面奉献的满足是。Mina、柏林、Momo， 然后电影小小一餐不足是涵涵、妮妮、子萱，对，然后陈昌哥铁铁物中情投入是除了涵涵、子萱、妮妮以外的人全部，对，所以如果是短版的话，你们应该不会喊 Luca 讲。还是赵涵，会不会有点耳机？每个地方都是卢卡唱吧？没有，我唱前面我唱的地方就是我不顾也要将那朵花守护，跟唱唱歌给带我真心投入这里。机会是创造出来的，一框就喊卢卡。就这样。你们会喊中青投入吗？还是 GUUNI？ 我是推荐中青投入，反正甜甜圈声音不大，不影响。合照的时候大喊陆克酱，这个可以。中文哦，好啊，中青投入超难喊哈，我也觉得。唱唱歌跳跳，中青投入，还有一二三四啊，不是一二三四。大意思给前面你们会喊 say no 吗？我会喊光天刘家，光天刘家，光天刘家，大大香香，那是雷军版本。只因为喜欢你，没什么道理，呼呼，我已经觉得定，一直都在这里，呼呼，尽管这人群也陌生，让你无视整个 say no， 大意思给 say no 不是我们喊吧？你们要不要喊？那是雷军要喊的。对啊，我怕你们不喊，大家都，你们会喊 call 的人不喊，粉丝不会喊，九蛋不在场，这样冷了，所以你们不会喊哦。目前练习的之前练习的时候我们不会喊 say no， 因为 say no 不是歌词、啊、我们还要唱歌耶，让你无时都感知如意的意思给中青投入也要吗？什么意思？ say no 中青
唱着歌，跳跳舞，中青中青通路前面不用 set 啊。现在会喊 call 的人，大部分应该都在 VIP。对，就大一四 key 前面喊 set 就好。你们希望我拍教学片吗？你们也全都在 VIP， 我不会喊呢、啊。其实甜甜只有甜甜圈喊就完全没有意义啊，对不对？就是主要是看大胸他们想要喊什么。卢卡台上唱歌会很容易喘不过气吗？唱歌还好，跳舞比较会。那不是陈月要发动的，我会。你说 Sano 吗？可是我目前看练习，就是之前的，这次我就不确定，所以我说之前的。对，我之前练习没有人喊 Sano。不然看看到时候啦，如果到时候不跳就不跳，到时候演唱会不会唱这首歌就没关系。只是如果会唱这首歌，然后第一次发现哎没有人喊 say no， 也没关系，你们第二次喊 say no 就好。BC 晚安，成员没发动，我们肯定会忘记。所以你们要不要很 sad 哦？是啊，就有暴雷说会唱，也有可能是骗你们的、啊，对吧？我们怎么可能会说真的？对，也有可能我们会唱别的歌手的，因为喜欢你。我跳预言家，周日是要会出现，他不会出现就不会开一次，不会开，差点就信了。也是是要骗人，也不是第一次。你怎么知道是要常常骗人？那个为什么？啊，电脑快没电了，充一下。在办演唱会、啊，什么都知道。哦，他不是歌手，不然他是什么？之前都说不会毕业了。哦，对、啊。现在会骗，现在骗很不会毕业。没有，他那时候在，不是只骗他，不是只骗涵涵，三周年说的。嗯？什么丁格歌唱很好听，物理学家，他是养猫的，我又不是何云，他是弹钢琴的，那为什么他的因为喜欢你是什么？钢琴谱吗？一首钢琴歌是吗？好累哦，好难解释。你有听过什么的猫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丁格，那是什么东东？这个好难解释，他们都在乱。那个我不会解释，所以是人名吗？卢卡，你们到底在对啊？你们到底在讲什么？物理学家。嗯，能不能打英文？薛丁格，誰だろう？シュレーディンガーの猫？いや、わかんないわ。日本語で。这里很难解释，先跳过好吗？
你以为我会知道是不是？我从头开始告诉你，这样你比较好睡。从前，从前，在没有演唱会前，可以说有因为喜欢你，也可以说没有因为喜欢你。只要我不去开信箱，中公园 A 牌跟没中 A 牌两种赚单位同时存在。身为在乎物理研究单位的人，这还是不要解释，会歪掉。讲这个会玩，没完没了，先不要。好啦，我还是不太懂意思。要不然你们天哪，怎么办？明天开始好累哦。明天开始变更累。你们嗨，卢卡想睡。对啊，你们在聊物理话题，我真的不想，我不想面对了，好想睡。物理课，物理课，我不想听。之前高中的时候最好睡的就是物理课，对吧？之前高中的时候上物理课，就是我听老师的话直接睡觉，然后我睡到下一堂课。原本物理课后面还有一堂课，然后我醒的时候已经就是物理课，然后下一堂课，再下一堂课，这时候才起床。这样直接睡死，跟我刚刚说的一样，这样比较好睡。明天开始会更累，该不会刚出现那个企划有卢卡吧？什么是刚出现的企划？那是什么东东？所以打扣教学的这样比较嗨。打扣教学吗？等我一下，我现在还没醒过来。连睡四堂也太夸张了吧？是吧？但是2時間寝てたことが授業中に。だから気づいたら、あ、今もう物理の授業終わったのかなと思ったら、物理の授業終わった後、その次の授業も終わってたっていう。体育课跟音乐课也是高中音乐课吼。高中音乐课的话，真的要看老师。如果老师不好的话，真的超级无敌无聊。因为不是在教学，只是。欣赏音乐，刚刚那台车是直播间，说明天开始有 TP 成员的健身计划哦，真的哦，让你动起来，健身少女，那名单有公开吗？说里面有几个人啊什么的，有吗？唉，没有的样子哦，那明天就知道了，明天就知道有谁。因为会去想去健身吗？还好，但是我不想健身，但是我想变瘦。我想变瘦，因为我现在很胖，太可怕了。什么原来有？只有说 Unity 跟 P 各找五个成员，为了就是的时候就知道。如果上次不是去健身房测过数值？哦，对啊。你够瘦了，没公开，只是在 Unity 跟 PE 各出五个人。不想健身，但是想玩健身房。健身房也很累啊。变瘦不用健身，少吃就好。
那是年轻的时候，现在不能这样了。现在没有运动就不会变瘦。什么？我当然是我没有。其实真的变胖两三公斤会影响自己跑步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怎么觉得身体有点重重的这样。粉丝丢礼物是抽什么？我不知道哎、欸。可能要你们肯定要关注一下吧。对，可是还是要超运动毛巾，你们会想要吗？不是抽 Google 就对了，抽哑铃啊，哑铃不错了。用过了吗？我们用过的毛巾，哎，雷军想要是不是？我看看哦，之前有人不是，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你们是想要短版的还是长版的，还是都要？可是长版的之前有喊对不对？这好像是短版，不可决定哦。我比较想要直体，嗯，什么意思？怎么可能会有咖喱的味道？没有，我真的没有咖喱的味道。雷军乖乖就卡一次交给我，你们一定会用吸的，绿卡的味道。很久之前就超个运动。之后带着护腕毛巾一定可以哦，真的、哦。这里给你，我要口风琴。可是毛巾跟这个就差蛮多，这边不太会流汗呢、啊。没有咖喱味可以退货吗？你自己抹粉有够奇怪。我看看之前看这是全版还是短版。怎么没有音乐？嘿，护腕要很努力运动才会有，对呀、啊，除非就是运动之后就一直，哦，好热哦，好热哦，这样，用这个就是擦自己的汗才会有那个味道，不然就没有。よかなし、よかなし、ふふでかなり下がる。运动毛巾可以挤出玉米浓汤，好恶心哦！你们都分完了，那我要什么？你要袜子？雄鸡为了自己的脸，就是圆圆的，他会塞那个，喵咪加那个猫咪的女生的袜子。会觉得用心的粉丝很可怕，你们会心好可怕。有人这样擦汗吗？其实现在的人很少用护腕，除非你打网球啊什么。这边会很闷哎、欸，把新的毛巾泡进玉米浓汤再抽奖。你有开冷气吗？有吗？先call一下，喊call一下。啊，可惜我没有那个，可惜我没有一元灯，卡妹房间才有。算了，我用这个好了。你们听得到音乐吗？好小声哦，怎么那么小声？不能送荧光棒，快来毕业送给球星，可以吗？好，那就重拍。噔噔噔噔噔噔噔，锵锵锵锵锵锵，来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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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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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用下一个手，大
Tiger, Fire, Cyber, Fiber, Diver, Diver, Ja, Ja, Dora, He, Jinzo, Sei, Ama, Shindo, Kaze, Tomi, Jo, Kyo, Mia, B, Mian, Mian. 啊，讲错了。这个我不知道。讲完你 ，Thank you 。那短版就应该是这样。然后我刚刚哦嗨少喊一次。然后我看这个版本是没有写，一开始就是思雅跟小迪唱的时候，好像不用喊名字的样子。如果要全部喊的话，全部一喊的话会这样。Mia B， Mina。超絶可愛い柏林俺のここ超絶可愛いルカちゃん对一样喊的话可是我觉得对啊 想喊就喊吧不是这个就可能你们自己讨论超絶可愛い那那那对，这个教学版就是只有这里，就是柏林跟默默跟安妮他们三个人唱的地方才会说超絶可愛い誰誰唱对。如果真的要喊的话，应该就是我不顾也要加那朵花束后面。
对，如果真的要喊的话，可是这边是写嘿嘿嘿嘿嘿嘿。对，其实 call 这种东西后，你们想喊什么就喊，可以喊什么，你们开心，你们开心就好。夫妇是长音吧还是短音？短音比较好吧。那道不是嘿嘿嘿嘿吗？是哪里？不是嗨嗨嗨吗？为什么变成嘿嘿嘿？嗨，啊对，就是。是嗨嗨，可是就是因为要喊，所以变成嘿嘿嘿嘿嘿嘿，就是用 A 跟 A 的中间啦。对，他们是想嗨，他们就是想要嗨，可是就是用日文发音听起来，你们可能听起来像嘿，因为日文没有嘿这个字，嘿是日文，不是嘿是英文。嗨是中文，嗨是日文，嗨嗨嗨嗨嗨嗨。解说那边喊什么？这我不知道啊，听起来差不多。解说那边要喊，可以不用喊吧？要喊吗？我看一下，我数一下有几秒。一个字，一二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八。对，总共有六个小时，总共有等等，那点名的，六个小节，对。不是六个小节，十二个小节，一二三四五六七，对，蛮长的。通常后半手挥手真就好玩，喊整首你们不累、哦？如果会觉得歌词上有不对拍的问题吗？有吗？我觉得刚刚好哎，那为什么不对？哪里？一，等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啊，不会啊，那的时候已经就是五六，快要五六七八，那入才是就是正拍，重拍嘛，该怎么讲？对，正拍，对，我觉得只要正拍进来喊 call 就不会很奇怪，就是最后一个字开始嘛。最后一个字是对，就是某个小节的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拍子，就是整拍啦，对。哒哒哒哒，咪咪那哩，加一啊，噔噔噔噔噔，对。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奇怪的话 ，Only Today 的ガチ声。就真的完全不 OK。Only Today 的就是原本不是噔噔噔的时候，一二三过多感阿伦的哟。可是被改成不是，就好像是被改成就是噔噔噔噔噔噔五六七八的时候，你们还就是一二三过多感阿伦的哟。这样完全，我个人觉得有点怪怪，就是。变成一太过多感是五六七八，然后阿伦的又变成一二三四，对，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太过多感阿伦的又才对啊。我你推大家永远喊错啊，不是就是你们说对的，是错的。我个人觉得最后就算爱しているる没有喊到歌曲里面。至少有拍子的，就是拍子是对的。哒哒哒哒哒哒哒，爱してる就好。对，太少唱了，就是因为常常喊错。瞬间将一，对对对对，可能太少有机会喊，不然真答案是什么？你们觉得
你们认为对的是什么？我播播看 Only Today。我记得我之前有喊过那个 Only Today 的教学版，可是我觉得那个有点，就是你们说那是，你们认为那是对的，可是对我来说有点不太该怎么讲呢？就是五六七八开始。五六七八开始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对对对对。对 ，Only Today 其实原本不是，该怎么讲呢？ガチ恋口上，不是为了这首歌喊的口，对，只是你们很想喊，所以喊嘛。我觉得这样可以啊，大家喊什么就喊什么，对。我看看。反正就是call这种东西，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正确，什么不对，什么对，你们想喊什么就喊什么，但是最好不要赶拍就好。台湾犯的错什么都要加口三，没关系，你们开心就好啊，对吧？然后比起大家都什么都不喊，对啊，好很多。对，我们在开心的唱，有真的有你们的call。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就算你们喊错还是很开心，我们在台上唱歌，你们就是很努力的为我们喊口，就算是错的还是超级开心。推到朋友关系一代过多个，可是对之前说因为曲子结束之后就是最后剩愛している就是愛してる没有在曲子歌词歌剧里面嘛，对不起，爱情的人没有在旋律里面，他们说这样不太好。对，他们说 call 应该是要塞在旋律里面才对。可是如果朋友关系一代过多感变成这样的话，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因为是五六七八，这样变成一代过多感是五六七八。所以把句子全部都分成就是奇怪的地方的感觉。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やっぱりルカちゃん。然后这是一句，可愛いよ、好き好き大好き。一句，对，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台湾的粉言いたいことがたくさん溜まってんの。そう、みんな告白したいんだよ。要塞进去吗？其实我个人觉得不用塞进去，但是，如果你们觉得一定要塞进去才对。的话就是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只是我个人觉得有点对拍子好像有点不太对的那种感觉。好，先播播看。这是第一种。一代哥哥的阿里恩达哟，要把你的发展可以哟，自己自己的一起不要发生气，假装你是个大恶心的小猫，我的家因为你自己的礼物。俺は誰が出会うかな、俺と一緒に人生歩もう、世界で一番愛してる愛してる。这样就是之前说最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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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不是噔噔噔噔噔的时候，我们还在喊世界で一番愛してる。这样对对对，就是他们觉得多出来好像有点不太对，所以然后后来就变成这个版本。言いたいことが等一下还没。今天而已，只要有你，然后就让我带着专属的亲密，带着秘密，等到朋友关系。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やっぱりルカちゃん可愛いよ。好き好き大好きやっぱ好き、やっと見つけたお姫様、俺が生まれてきた理由、それはルカちゃんの出会いかな、俺と一緒に人生歩もう、世界で一番愛してる。对，后来变成说是不是这样比较好。对，对，可是我刚刚就是喊
这里的时候就有点怪怪的感觉，就是明明是一二三四，这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拍子，可是曲子就那你文字就是应该说文句变成分开奇怪的地方，那感觉。对对，我也觉得第一本比较舒服，就算是落出来，还是不要喊 Gatch Koi Koi 了。这首歌还是本来就不要喊 Gatch Koi Koi， 会不会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对，就改成爱爱爱爱啊，要谁歌手拖拉戏节奏谁阿妈心都看成特别就 Q， 这样就好。硬加进去节拍有点不舒服，对吧？我也觉得。只是之前就是 TP 粉丝告诉我的版本就是这个，对。然后我拍的教学版也是这个，对。嗯，就是，但是嗯，你看，所以后来就是好了，我。最后还是想说 ，call 应该没有什么正确不正确的问题的，你们想喊什么都 OK。最后四个字不要喊就好了，对，绝对结婚。爱情的时候没有音乐其实也还好，对，我也觉得、啊，还是你们不要喊爱情的，世界で一番愛してる，讲，然后就结束。喊个“贵客”比较酷，也对啦，对。对，而且我发现 TP 粉蛮多人可以喊这个“贵客”过的，其实蛮厉害的，明明就是日文的口。一年大概也只有一次机会喊，对，不像以前，绝对结婚才是口上重点。可是我从来没听过绝对结婚这段。爱是铁路哭将，喊的机会太少了，因为一堆感情鬼。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因为 TP 粉大家都是感情鬼。对啊，称呼名平常前面都是集中，然后白琴都活过来，就是蛮对啊，就是应该说会喊感情鬼过的人很多，对，这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啊。所以想说，因为喜欢你。我觉得比较多人可以喊的，也可以喊比较多人可以喊的，感谢各位过路。然后，如果大家真的想喊三段的，就喊三段吧，就是看个人喜爱。哦，白善情人节影片有关心啊、哦，好像也对。主要是 TV 饭很多是前八饭转身而来，哦，原来都是 Team 8的粉丝就对。但我不是感情歌也会喊的、啊，反正爱是的路都没音乐，干脆接带给恭喜我呢，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对，就是我觉得爱是的路，可音乐结束后还喊爱是的路是没问题，因为才五个字而已嘛，不要影响到下一首歌就好。对，雷军是吧？雷军就是ガチ恋吗？我不知道哦，不知道。你们承认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是。像我本来就是ガチ恋，不用学就会了。ね、ガチ恋ってね、難しいよね、ガチ恋。嗯。哦，对，话说，不是话说，话题突然转换，对不起。日本的牛郎店你们应该知道吧，就是现代的牛郎店呢他们应该还有，就是发型都是怪怪的，然后晚上喝酒然后跟女生聊聊天赚钱的。你们应该知道吧，知道是 哪一种对不对，是感情怪都会自然而然会咽口上，你这样漂亮很难不是吧，安妮亚牛郎。阿尼亚那怎么我知道？阿尼亚，阿尼亚是什么？是洛兰的那种的。
由兰到山冰的口上。来这礼拜辛苦了，小雨晚安。对对，有山冰过的那个，我现在想到你也都会想到，啊，这是什么铁铁丝与玲珑？陆凯怎么突然说这个？哦，对，就是呢，日本玩就是那种店有分两个，一个是女生的，一个叫 Kabakura， Kabakura 也是很多欧吉桑常会去的地方，就是点酒，然后跟那女生聊天，对，就是。应该说烂 live 是送礼送直播礼物嘛，可是 Kabakura 就是他点的，点酒就是一种他们的业绩，对对对，所以就是应该可以说烂 live 的火箭就是他们那个世界的 Don Billy， 对，酒也有分很多等级啊什么的，好啦，就是。反正日本有牛那种牛腩跟那种女生，对。可是我发现，那去那种店的欧弟上都不会对那个女生店里的女生，就是妈妈桑他们会嘎奇怪。可是去牛腩店的女生，真的超容易会跟他们嘎奇怪，超级容易。香槟王，香槟王。其实我在台湾以前也常去那种地方，但都不受欢迎。哦，真的？为什么？是你的老板会带你去吗？你去不都开灯？那个香槟王是什么？原来男生不会吗？好像真的是这样，因为女生比较感性吗？我不知道哎，应该说，男生可以一次喜欢很多人，应该是这样。女生喜欢这个牛腩，就是会想要单推嘎奇怪，就是我真的只会喜欢这个人，会为了他要点要赚钱，然后点超级贵的酒，然后他生日的时候送很多很多的，对，因为他都不是去消费的，对，还是会啦，不消费牛腩们会难过，对，如果怎么这么懂呢？没有昨天。看 Twitter 就出现这个，男生应该还是有的，可是男生喜欢女生也应该不会喜欢 Kappa 酒的人，应该不会喜欢那种酒店的女生，对，所以男生去也会对那边的牛腩，女生都比较呆吗？有可能，我在想到底是为什么，男生也会对很多人感兴趣呀，是吗？女生的消费能力是很可怕，对，女生对推，对，银魂有东北力加东北啊，对对对对，东北力东北力，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银魂的紫村庙打工的地方，对，就是对就是 Kabakura， 想到之前那个日本叉叉女。什么牛腩的那个好可怕、喔！牛腩店好像有规则，本殖民后就没办法再点别人。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怕会对你殖民后之后来只能指定某一个人。对，因为怕因为有转推这个问题，里面的那个成员啊，不是里面那个牛腩会有时候会感情不好，就是很容易吵架说。啊，为什么你可以抢我的客人这样？所以就是为了防止这种事情，一指定他，再也不能指定其他人。谢谢这种香槟，可是女生的那种 Kabakura 的话，好像不是这样。对，如果以前消费也很可怕吗？其实还好，没有很厉害。还是会消费，只是不多。嗯，卢卡都开什么酒呢？我没有开过酒。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怕修落场。对，不能点两台不行，不能转推。对，只能一次，只能殖民那个牛人。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对啊，希望 TP 也是这样。哎，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那你们粉丝被抢，跟其他成员感情会不好吗？我不知道哎、欸。你们转推，
你们整个展台之后我才懂吧。感觉 Luca 很克制，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了？原来 TP 要这样吗？难怪有人换名字。没有啊，就是怕修落场。可是 TP 跟这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TP 跟牛郎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牛郎店的话真的，他们的业绩就是真的只能靠客人，没有额外的工作什么的。对，就是客人的指定。就是 TP 应该是 TP 的工作应该不止只有跟粉丝聊天、跟粉丝互动，不是只有这点。对，可是他们的工作最主要就是跟你跟客人互动，然后就是送礼物啊，然后就是点酒啊什么的，这是全部的100%，占100%，所以一转推就。差很多了。对对对，还有排名的问题。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排名的问题。对，怎么会 TP 跟牛郎店在比？没有，就是虽然你们就是 Gachikoi 的部分啦有点像，但是还是有点不一样。什么牛郎店有这种规则，女的就没有。キャバクラは一人なんか毎回違う人指名しても大丈夫なんじゃなかったっけ？嗯。就少了一堆钱呢，对，也不是一点点，会差很多，因为通常一直会找牛郎，一直会去牛郎店的女生都是很寂寞的那种，该奇怪真的该奇怪的人比较多，大丈夫だよって知り合いが言ってた。那后来喜欢别的牛郎怎么办？要怎么喜欢别的牛郎呢？因为都没有机会，可是真的想要去别的牛郎的话，可能要去别的店吧。对，那个花费都超恐怖，对，超级恐怖，就是一次可能要送火箭之类的。听完很想去看看是正常吗？啊，你会想去看看吗？男生去应该蛮好玩的，因为真的牛郎店的牛郎真的会超级会聊天，超级会安慰女生。你们去应该可以学习怎么跟女生聊天。应该说，不是怎么跟女生聊天，要讲什么事情让女生会开心，让女生会花费什么的，牛郎他们真的超级了解这点。就是排名比较高的牛郎了，对，或是牛郎毕业了，哦，对对对对对，没错，牛郎毕业之后可以，男生也可以进去啊，只是没有女生哦，所以就跟 TP 很多人去地下，我没去过啊，我从来没去过，我只知道而已。牛郎毕业会表演，因为喜欢你们。很好玩吗？不知道会不会好玩。现在牛郎还会说中文哦，真的？台湾有吗？台湾有这种店吗？如果怎么好像很懂哦？我曾经有看过那种牛郎的一天，就是有一位牛郎他业绩超级不好，对，然后他去休业别的地方，就是他，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喝完酒，个性就会变很凶，就是 sake guse 超级不好，酒癖吗？酒癖，对了吧？酒癖，反正就是喝完酒就会个性会变很凶、很不好的那种，所以他的业绩一直不好，然后没什么女生也指定他，对。然后后来他去他去面包店师傅那边去修行。对，就是休业，是让他知道工作是什么样的事情，不是什么样的事情，对，让他学习更多社会，对对对，我曾经看这种影片，我比较想学相伴的时候的口，
啊，对，然后洛兰德的 YouTube 我也有看，洛兰德你们应该知道吧？应该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牛郎。卢卡是怕我不够穷吗？什么意思？等一下，我比较嗯你，我当牛郎不能抓头发。我确认一下，我看卢卡讲也没错。香槟够怎么还？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我留言不可以让你安慰吗？不好意思。没有，就是我这些的 host 行ったことないんで，没去过还这么熟悉。跟女生聊天有什么难的？不舒服吗？喝一点温开水吧。那我还是不要去好了，我不能再继续玩命下去。頑張ってね，演唱会頑張ります。牛郎不是本来就说中文吗？哦，不是那个七夕的牛郎，哎，对，中凡节目应该说很像《情熱大陸》那种，《情热大陆》那种，就是一直会关注他们，对，算是专访嘛，对，但不是 interview， 对，不是那种 Q&A， 就是观察他的、关注他的一天，他现在住什么样的地方，然后赚很多的牛郎跟这种比较不太会赚的牛郎到底生活的 level 差哪里什么的。跟大师学习吗？哦，对对对，没错没错。哦，酒瓶哦，你们会这样讲，酒瓶很差。哦， Love 修行的修行，太阳之手，罗兰超有名。罗兰很厉害的地方都是他是真的很会讲话，对，很会安慰，很会鼓励，对，然后很会讲借口，就是这很厉害。他就是只靠嘴巴可以赚那么多。他还开超多美容店，对呀、啊，等一下我开。我差快一个半小时了，我连不露脸都没在 stick， 但他们觉得帅，我都不觉得帅。他们赚很多的都有整形，对。怕恰恰哥打 call， 罗兰可能讲一句就单月业绩第一。哦，拜拜。会有卷毛出来拉小提琴吗？那是那个吗？哈卡塞大佬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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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有看过类似的，不过我是看陪酒女郎。哦，对对，就是差不多，就是那种的。地下偶像的一天。对，这个蛮想看看。罗兰超多名言呢、啊，对呀、啊，每天都是维鼓励，如果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的借口都会被你呛。卢卡喜欢罗兰的讲话方式吗？蛮喜欢的，对，还不错啦，对。罗兰的那我就海兰的，什么时候会有 TP 偶像的一天？应该。不好看哦，これはただの親父ギャグ。谢谢波神送米卡米卡早亮点。变高地，卢卡比较想去牛郎很会讲话的，还是秀肌肉跳舞的？为什么秀肌肉跳舞？那是什么店呢、啊？好奇怪哦。可是我蛮想去那个 Muscle Cafe。那个就蛮想去约看，就是店员全部都是猛男，然后付了钱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呢，像是公主抱啊，或是 muscle sound， 你们知道吗？前猛男在我前面跟后面，然后他会这样抱。然后就是变成很像三明治那种，听说安全就是很有安全感，很多是就是对啊，
主要是那种，那人点没有？如果要35亿吗？没有。抹南山名字还有什么？我记得还有什么屁洞？不是屁洞，就是呢，女生要躺在地板上，然后抹南在她这边浮力挺身，超酷的。如果看起来很开心哦。如果看来，如果很想去很久，还好只没有好奇而已，好嗨，没有，就是日本有这样的店，可是那不是什么色色的店，不是，很开，就是有点像女仆店一样那种感觉，就是娱乐性的。然后你们知道他，如果我们点Highball，你们知道吗？就是酒精，不是酒精 ，Highball 是什么 ？Whisky 加，碳酸水的那种 ，Whisky 加汽水，然后加柠檬汁的那个，然后他们的柠檬汁用那个单手，然后说 Hey ma， 超酷的，就是用他们的那这边的肌肉，然后就。这样挤柠檬汁，对，气泡水不是汽水，对，气泡水 ，whisky 加气泡水，好像很厉害，对，而且是现场哦，现场在这边放酒，然后说好，我现在要挤柠檬汁，超酷的，那是捏橘子，对，就是握力，手的肌肉超厉害的人都是可以。可以用单手挤水果，我们也有单手捏橘子，有什么了不起？爆橘，还是爆苹果？还有什么？我想一下，公主抱屁洞，我记得还有，对，叫做肌肉屁洞。然后刚刚这个是肌肉浮力挺身。然后我刚刚讲的是肌肉神，对，前后包是肌肉三明治，还有什么？有点忘记。还有那个 Checky 也可以拍 ，Checky 也是拍立得，对，也可以跟摩南一起拍立得，对，有点像，真的有点像女仆咖啡厅那种，娱乐性的咖啡店，对。こんばんは、来るためにお久しぶりです。久しぶりです。一张多少？不贵，我记得不贵。好像1000多吗？日币，对，应该是几百日币。表演胸肌跳动吗？我忘记了，好像就是一个小时一次有那个 fever time， 好像就是猛男会出，就是那边的店员就是出现。我记得会不会跳舞有点忘记，反正会互动的样子，对，就是有点忘记了，我只有看。我是看日本很有名的女生的部落格里面，我看他们的 level， 对，才知道哦，原来日本的这种咖啡厅好像蛮有趣的。这样，筋肉見ると女性はキュンキュンするんだ。いやね、キュンキュンするっていうよりは、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だろうね、安心感、安全感。デイジーの MV 見ましたよ、イエイ。我价值观是不是已经偏差？男生去摩南会为你喝酒，直接整杯灌到完。啊，对，还有那个可以为他们 protein 你们应该知道吧？蛋白质啊，对，蛋白质那个饮料可以为他们，然后他们就会直接一口喝，超酷的，好想看他的表情。我查到了，看起来蛮健康的。查到吗？因为我那是很久之前看的。我现在有点找不到，对，高蛋白，没错，高蛋白饮料，感觉很好玩，对，就是比起那种我完全没有那种企图心，就是比较我个人当然觉得，就是感觉很好玩这样。最近お腹が空いたらプロテインバーを食べてます。あ、そう、日本のプロテインバーって美味しいよね。
阿瑞晚安，那是很正常，对，很正常的店。如果超级不正常的，我就不会在这边讲。对，没有企图心，完全没有。可是，一般就是一般男生，让我公主抱也没办法，就是可能就是好留下来喽，这样。可是他们是这样，好来喽，就是轻轻松松的，就是很有安全感，就是有一种小孩子被爸爸那种玩的那种感觉啊 ，go go go， 飞 go go， 飞 go go 的那种感觉。对，我去女仆店也没有企图心啊，是吗？是吗？也不是为了看可爱的妹妹去。那个怎么可以没有企图心呢？嗯，没有，真的没有。啊，话说我妈娘的温泉券还是没有抽到。我玩了55次吧，真的只抽过一次，然后抽过的一次也没有赢。那我也要练成这样，很难呢、欸，真的超难。听，我不知道要练成那样会花多久。一年应该真的没办法，对，你确定要吗？听说真的很难。我帮你的话，应该会轻轻松松，你很轻，你这个体重一定抬得起来。哥家应该可以，让我们跑步起来一样。现在的数字给一下我练一下，跑步赢 URA 吗？对，可是这几次我都有赢，只是我都没抽到。我对温泉券，对啊，我对温泉券真的有企图心的，对，我想看吧，你要泡温泉的样子，这个真的有，可是去那种猛男咖啡厅完全没有那种企图心，完全没有，我想被猛男抱抱，真的没有。要练成那样是不是跟健美先生差不多？对啊，就是很多限制，吃的也有限制。然后也要运动，也要什么睡觉的，什么都要限制。我去女仆店都是陪女朋友，不是陪朋友而已。至少要三年起跳，对呀、啊。虽然要还是要看每个人的身材啦，对。关于练多久啊？说不定关于练，不要练那么久啊。对，我今天抽到两张哎，到底是为什么呢？善缘是完全没有企图心吗？你想看哪只泡温泉？当然是我最爱的林露啊！林露却可以体验飞高高的感觉。对对对对，就是猛男他们都不是超级大只吗？所以我去的那种就觉得，我怎么突然变成小女孩的那种感觉？对。不是因为有色色的那种感觉，完全我是完全没有啦，其他人不知道。肥仔也想要飞高高，对啊，你们如果就是我能会让你飞高高飞高高，会不会觉得很好玩？想说哦，我好久没有被这样，要练不止训练，吃跟睡觉也很重要啊、哦。对对对，没错。林入我看过了，为什么你有看过？可恶。大家都好喜欢林露，林露很可爱啊。林露的什么比较大？等一下，这是什么？林露的什么比较大？林露不好看，我推荐大叔快。什么不好看？九代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这样讲我的林露？等一下，又在讲大小问题吗？闸门，雷剧其实喜欢大海湾，没有想要让我能帮我飞高高，就是起跑的门。九蛋也喜欢大大香香的吗？是不是被偷了？对啊，九蛋不是喜欢小小香香的吗？年纪小小香香。六哥会帮碰奖飞高高吗？不会。一起有跟观察的加油してね。が見るから。あ、本当そうか。日本からでも見れるもんね。そうだそうだ。オンライン今回だから。マジで頑張ります。失敗しませんように。
そう、私多分後ろの方にいるからぜひ見つけてください。我比较喜欢林露。对呀、啊、林露很可爱呀、啊、我也喜欢小溪的技能。小溪哦，小溪也是这样。没事没事，对，小溪小溪我知道、嗯、但我最爱还是卢卡，可惜卢卡不是麻娘。小草也可爱，小草是谁？小草不是，我只是玩单格漫画的梗，我还是喜欢。等一下，他是谁啊？头不敢讲，对，头不敢也很可爱、啊。原来是大西，草上飞，无声林入卡。你们怎么可以抢我的林入呢？哼，林入超可爱的、啊，入卡不是满人，但可以当我娘子。什么意思？结婚的意思吗？大西豆干，善人暗指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听不懂。我听不懂哦。土曜日息子とトップガン見に行くんだ。あ、なんか面白いらしいね、すごく。うん、私も見に行きたい。我送ルカ跟你。あ、谢谢。お、好酷哦。谢谢姑娘送我月影。孤狼吗？Thank you。 对，可是虽然卢卡也可爱，可是我没办法赢过林露啦。林露真的太可爱了。目玉キラキラしそうだ。目玉キラキラしそうです。今日もめちゃめちゃはちゃめちゃだ。他声音很可爱，就是那种沙沙沙。其他嘛呀，就是目玉キラキラしそうです。在我心中，你没有骨折就赢了。谢谢陆克的长寿符。如果陆克在三星卡，我早就抽爆。谢谢陆克的行李箱，你最可爱。すごく面白いらしい。60歳のトム・クルーズめっちゃかっこいいらしいね。らしいね。一見てなくても面白いみたい。そう、見に行きたいなとは思うんですけど。如果会跑哪个距离呢？我都 OK 了，我我都没问题的。对，如果是中距离吧，嗯，希望是，应该是吧，应该是，中距离。可是马娘世界的中距离是2000多，那卢卡算什么类型哦？卢卡算什么类型？这我就不知道了。对，毕竟是嘛，他们的中距离就2000到，哎、欸，是吗？等一下，有点忘记了，1000多到2000多、啊。对，800应该算是短距离的，对马来说。哎，卢卡要大逃吗？但我之前看短，其实短距离不会有什么大逃什么的问题。810，很累。哎，快要2个小时了，你们有想问我问题的吗？演唱会的事情，虽然不是每个事情都能讲。对啊，演唱会前唯一开的。对，我演唱会前只有今天会开。合照成员能脱口罩吗？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没有讲。对，你们不要期待好了。对，如果我说可能会，可能不用脱口罩，你们会很期待，然后到时候。我们要戴口罩，你们会觉得很不开心嘛？所以就是，期待 soundtrack 吗？什么是 soundtrack？ 什么这一句怎样啦？怎样？你才会化妆吗？不一定，不想要跟三周你一样，有可能是一样的哦。嗯，可能可以指定成员吗？可能不行哦。对，不期不待。会下台吗？可能不会哦。嗯、
合照可以选谁旁边吗？可能不行哦。嗯、VIP 粉丝可以观赏十分钟的彩排哦，这个好像是真的可以。怎样啦，自律君？只希望成员不要戴口罩。你爱我吗？爱你啊。有隔板吗？嗯，可能有哦。会丢东西吗？嗯，可能不会哦。如果是 SS 好吗？没错，刘家全部都是 SS。如果资历有这么低吗？他们乱讲的，不要相信哦。嗯，林露好可爱哟、哦！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跟他泡温泉呢？真的很讨厌哎，为什么我都没办法跟他泡温泉？会看到 Luca 吗？嗯，可能不会。看得到，看得到。Luca 是 A 吧？你说资历吗？你敢讲，我不敢信。你多练一，你多练一点灵入啊！我现在是三颗星灵入，我没办法变成四颗星。你出场次，出场次数很多吗？嗯，可能超级少哦。对，不行，我说如果我说啊、哦、超级多，然后到时候说为什么都看不到 Luca， 这样不太 OK。怎么感觉他说的不是资历啊？所以你说的是什么啊？讲啊。Luca 的速度跟资历什么不知道，但颜值肯定是 SS 加。谢谢青云，爱你。刚才都干嘛点点两个 OK？ 看不到 Luca 的话要去退票了，来不及了。说清楚哦。说清楚哦，说清楚哦。什么？那是什么哎、欸？怎样？你们真的草地哎、欸，沙地哎、欸。等一下哦，为什么你们越讲越什么？我觉得越想越怪啊！救命啊！突然嘟嘴，吓死我！我先念吧，好不好？我爱卢卡的心是 SS， 再气也不要的，我没有气，我怎么可能会气？连手机都晕倒。谢谢盛宇的臭臭泥。所以什么是 A？ 嗯，什么是 A？ 什么是 A？ 你说我的个性很 A 吗？你看最近开心吗？还好，很累。谢谢乔丹的我来签到。问强哥，个性很 A， 思想是 A。卢卡会很怕什么害怕？会害怕什么？嗯，原来如此，脑子都是 A， 糟糕了。那我只是，我才没有这么回事。什么害怕礼拜天？哦，有一点呢，有一点。我怕当天睡不饱，对，资历 AAA AAA AAA， 你会哭吗？不一定哎、欸，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三周年的时候已经哭成那样了，嗯，所以之后，对，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能不能，心脏还是有不舒服，我记得看。我其实认真想，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想到是不是因为我变胖的关系？Luca 不要忍 ，Luca 不要哭，嗯，今夜不要哭，今夜不会哭了。对，演唱会完能休息吗？嗯，可能我到家的时候已经12点多了，好可怕哦。对。也不至于胖到那样啊，是胖到哪？就哪有胖到那个程度？如果偷偷跟你说，
只要倒立，眼泪就不会掉出来。还是不要讲好了。女人的秘密。CIBH 会有 Luca 吗？看了就知道啊。对，有我就看到了，没有我就看不到。好神秘哦。这我不会讲。我要念板，对不起，我要念板了，快要两个小时了，各位，这样讲会有了吧？嗯。不知道哦，不知道哦，到时候看影片就知道了。又有什么秘密？感觉这种应该是全团都有，不知道哦。对，如果是思雅的 solo 曲，不要揍我。你不是说全团都有吗？为什么是思雅 solo？ 这反应很微妙，反正看了就知道了啦。对呀、啊，不要为难我啦，拜托。会心机，但我是熬夜过度。对，到时候就知道了。你们，我怎么可能？那个影片是什么时候公开呀、啊？明天吗？对，反正对，明天公开的话，明天就知道了。一定要跟团员才感染吧，感染吧。对呀、啊，不知道哎、欸。反正看了就知道了，海角演唱会玩，哦是哦，啊，啊，啊，反正看了就知道了，看了就知道，对，就算是思雅 solo 曲，也不要揍我，干嘛干嘛，哈哈哈哈哈，什么哈哈哈哈，怎么突然好色？没有，我以为就是没有这样你，我怕你们期待太久。对，这种事情很快知道，那你隔天知道真的比较好。哈哈哈哈，笑哈哈哈哈哈。好，今天第十名是千鸟哥，谢谢大路上。第九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八名是初风，谢谢初风。第七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六名是盛元，谢谢盛元。第五名是孤江，谢谢孤江。第四名是陆克，谢谢陆克。第三名是北极熊，谢谢北极熊。第二名是克里斯，谢谢克里斯。然后第一名是眼睛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眼睛熊鸡。感谢强哥。好，中文打可以，日文千万不要打，超级欠揍。哦，排名变了吗？没有吧？有吗？对啊，没有啊，没有变啊。熊级。哦，那眼睛是兔美的眼睛吗？明天也很忙吗？超忙。后天更忙，明后天更忙，该去练健身了。对，我该去。我不想了，我想要减肥。我真的好想减肥。明天也很想撸卡。明晚八点见。八点？哦，是八点哦，我不知道。頑張ってね、頑張ります、頑張ります、頑張ります。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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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健身少女。没有，我是减肥少女，不是健身少女。好啦，大家拜拜，晚安。早点休息哦，我要早点休息。我怎么觉得我变成44公斤了？烦恼。但我没办法瘦，我没办法变瘦。44还好吗？你们看完体脂可能会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对，心态变成44。
没关系，反正下礼拜天见哦，各位，你会加油，你们要加油哦。拉长空腹时间试试看。その身長で40は十分細い。そうでも筋肉が全然ないのよね。下礼拜天见。猛男孩应该是60几公斤也没问题。哎呀，拜拜，晚安，爱你们，小强晚安，晚安思密，夏夏晚安，那个晚安，关羽晚安，拜拜。よいしょ。みんなが来るまで待とうかな。あいやどんどんどん。晚安晚安どういしょ。ソーリ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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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かもしれん。うん、でもな、おかしいよな。为什么又回来了呢？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刚刚好像版念错了，周榜的日版太像。不是，我按日版，那时候我按日版，只是我好像是我的问。电脑没有，我那时候我按本藏版，可是我电脑可能没有更新，出现的就是昨天的，不是上礼拜二的时候的本藏版，对，应该是这样，因为我更新了很多次很多次，所以我要重新念吧，不好意思。第十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九名是 Plus， 谢谢 Plus。第八名是九蛋，谢谢九蛋。第七名是 Legun， 谢谢 Legun。第六名是重盛，谢谢重盛。第五名是盛元，谢谢盛元。第四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三名是陆克，谢谢陆克。然后第二名是哭江，谢谢哭江。第一名是强纳森，谢谢强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对，因为周我刚刚念的周榜也不是。这个排名，对，所以应该是，对，这个才对。哎，就这样，不好意思，我只是重念而已。嗯，我也没发现，刚刚卢卡没有跟我说晚安，我需要卢卡的晚安。好啊，盛元晚安，不要自责哦，啊，不会，不会的。好了，大家谢谢。就这样而已，晚安咯，各位，真的要晚安了，拜拜。我现在换右脚，右脚的膝盖后面开始痒了。晚安，晚安你，晚安，晚安，晚安你，我也是，博成，拜拜，晚安。